等一下，把那表给我看一眼。我现在待定的人太多了。是。因为他很照顾别人，其实他不希望自己去让别人难过，所以尽可能都给待定。本来我以为我这组人最少，选人不用太纠结。其实最后想很久很久。第一轮的时候，因为刚站到台上，所以一开始发毛巾特别快，但越看到后面越发现选手们实力特别接近，所以意识到之前有些决定是失误的。这种水平压根不应该给过，真的看不懂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应该进。既然出现了失误，就要纠正，用属于街舞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就想，这条毛巾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厉害的人来拿它？扣二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。水平接近的选手，可以用战斗的方式来分出胜负。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做应该也还算公平。对，考核现在正式开始。我现在在待定区吧，然后我现在我放弃这个待定，然后你刚不是跟我说现在毛巾已经不多了，对吧？您挑特别好，啊，是毛巾数量有限，他的毛巾数量有限，您可以先待定。然后我现在我放弃这个待定，我要扣二之前第一组第一个 B boy， 好，第一个组第一个进的第一个 B boy， 就是我在待定区，我看到待定区有很多人。然后我心情特复杂，然后我就说，就能不能以这种更纯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其实我也想一会儿会拿你跟他掰一下。第一组第一个上来的那个 B boy 再上来一下。哇 ，nice！ 哎，就是那个 B boy， 我觉得他不好。你拿了毛巾，我不服你，让你出来，我们 battle。他 copy 别人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易烊千玺他也会看啊。在 call out 的这种 battle 台上的话，然后如果别人表现更好的话，那我还是不会护着你的。我 OK 啊，我觉得这也没问题啊 ，battle 没问题。有请 ，battle 是吧？有请 ，battle。放一段音乐。我刚刚不是做了一个这个动作吗？就他抄袭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他一模一样。那个戴帽子那位，他的动作看似特别，但他其实是完全模仿一位美国舞者，完全一模一样。我更多喜欢地板的那些步伐，
不是更多那些技巧，因为那些步伐很多都是我创的，我自己想了很多步伐的变换。这些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就喜欢做这些，这些代表我。如果你觉得你不服，咱俩一直跳。他没有自己的东西，还是一直在做那几个。我跳的东西他也做不了，他做的东西可能我也做不了，但是不代表我差。刘畅，刘畅，就是这样，并不比赛就是就这样，对啊，并不比赛就是这样。如果不服，咱就出去再塞，对啊，随时随地的，现在可以出去。让他们弄着大家再跳，继续跳，爱到服气为止。如果你觉得你不服，咱俩一直跳，跳到咱俩谁先躺下，谁就算输。街舞比赛就是这样，你不好，咱们就 PK， 咱们就 battle。哎，凶啊！因为选择我这队的选手，都是对我很信任的人。当我觉得有些拿着毛巾的 dancer， 他的实力没有后面的选手强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选择多掰几轮，再来一轮吧。I like football， 听到没？我昨天去买了一块250块的地毯，今天如果当我被待定的时候，我会把地毯铺上，哪怕只能发挥一半，我都会跳段龙豪街舞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他不准轮滑。还有地胶，很多道具。其实 B-boy 不需要那些东西。专业对专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对方有很多你真的不爽他的东西，你真的要用舞蹈来解决，舞蹈的方式。